我买了两份呢，一起吃嘛。好啊。给你。这瓶饮料还给你，如果不是出自于你的心意，我会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。怎么了？没有啊。哎，给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鸡屁股？阿姐，你这屁股也太大了吧！我特别去找的啦。按点要干嘛？我刚刚那个潘朵要打给我啊，叫我去找他们一下。那要不要我载你去，再载你回来？没关系啦，我们女生聊天也不知道聊多久，去很久的话你就会等很久啊。也是哈、哦。那这样你就不用赶回来啦，你就直接回家啦。不行啊，可是我要关庙门。哎呦，我爸已经把这个庙的钥匙给我了，庙门就我关就好啦。啊，那个你要记得，有什么事的话就打给我。好。嗯、可是这一盒是小菜。哦，你不是要减肥吗？嗯、那便当给你。猪血糕有差吗？猪血糕也很胖，好不好？安利，你要听医师的话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心情保持愉快轻松比较重要。有你们陪我的话，我心情就很愉快啦。可是你这样每天一直跑来跑去，身体会负荷不了啊。其实那种找咖啡因这种事情，我们大家都可以帮你们啦。对，一起帮你完成你跟宽亮的梦想。对啊，我有帮忙找咖啡厅，那一有消息我会马上跟你说。嗯，谢谢 Dora。别客气了。哦，我可以想象咖啡厅的模样。哇，我也开始期待蛋糕的样子。壮牙子，你不要一直想着吃的。哦，我本来就很喜欢吃，你现在才知道。你看，每次都是宽量味咖啡，宽量味咖啡，我也很期待亮丽味咖啡跟亮丽味蛋糕。哦，是啊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听玉轩说景荣来我们家，真的假的？这是真的啊。他说啊，他想帮我安排训练的课程。然后他有意啊，要让我签为他旗下的艺人。你小心哦，不要遇到那种诈骗集团就选多。不会啦，他是景荣哎，你可以上网查，他是现在红到不行的王牌经纪人哎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他在片场的时候啊，对我很好。哦，这样听起来还不错哎，有一个专业的经纪人帮你打理，嗯，这样未来也不错啊，有很好的发展，嗯。我觉得你可以签给他哎，我不要，秋姐会生气。他不是生气啦，他只是吃醋吧。哎，你说那景荣又有能力又帅，他是男朋友当然会吃醋哦。嗯，我也这样觉得哎。雅芝，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下淑静啊，毕竟淑静之前也在那个圈子待过嘛。哦，对啦，是可以问淑静啦，但是他现在在出差，要怎么问？而且你们想哦，如果我真的去受训的话，你们就看不到我了，我就看不到你们了。哎呦，我看你是舍不得邱又廷吧？那是当然喽，他是不能离开我的视线的。榨汁落水，邱又廷不在身边，这什么梦啊？哎，医生，你想什么？没有啊，反正你就是拍戏，自己注意安全呐、啊，记得不要离水太近哦。水？嗯，你在开什么玩笑啊？你忘记我是肌肉代表？我可是永训第二名，怎么可能会怕水呢？啊，你到底是梦到什么？我哪有做梦？你不要乱讲。啊，你就一定是梦到什么？
你跟我那么担心，要是你梦到什么不好的，那一定是我在水里面抽筋。不要乱讲话了，反正自己注意安全就好啦。我会啦，你放心啦，你放心，你放心。就是你的不放心啦。什么意思？这位是，他是景荣 ，Vivian， 他是王牌经纪人，也是 supermodel，很多人都很喜欢他。是这样，我看他雅姿，所以希望可以帮他做好未来的规划，你们可以考虑一下。你知不知道培养一个艺人、一个新人要花多少钱？你有这个钱栽培雅姿吗？佑廷，你那么忙，难道要让雅姿一个人自己去片场，这样都没有人照顾他，他会很辛苦的。夜宿鹅卵饼都已经反倒了，你到底是干嘛了？干嘛？心情不好哦。你们乱讲哪有啊？哎呦，你不用 get 啦，我都已经听赵老师讲了啦。你不用那么 care 那个景荣啦，啊，喜欢嘛就两个人事情，大家都知道你们两个互相喜欢不得了，你干嘛为了个路人甲吃醋嘞？那个路人甲呢，是长得蛮帅的，而且好像还比你高3公分吧，然后又有钱，听说好像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哦。你今麦是搞我鼓励还是考试我？当然是给你鼓励的喽。怎么讲？我们也是有海军陆战队的革命情谊。不过说真的啦，我有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当雅姿的经纪人。你干嘛突然这样啊？不是啊，马大哥就讲啊，雅姿他就像是千里马，我就只是照顾马的人而已，景荣才是他的伯乐啊。可是赵志的个性本来就很需要一个很了解他又很愿意照顾他的人啊，那你就是最适合那个人啊。既然你现在还是赵雅芝的经纪人，那你就24小时陪在他身边，不离开他。这样子，就算他发生任何危险、任何状况，你都可以在旁边保护他。丽主，你怎么突然讲这个？你是梦到什么？没有啦。你给我说清楚哦。没有啦。啊，就是保护赵雅芝，本来就是你的责任。好了，我要走了啦，不要想太多，拜拜。哎，师傅啊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穿这件比较好，还是咖啡色那件比较好？师傅，师傅，你到底是在叫什么？你是包租婆吗？是老公哦？啊，叫那么大声干嘛？我又不是耳背。我就一直叫你很多声，你都不理我，才那么大声的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了。那现在怎样？不当猴转当人啊！啊，宁采臣找宁小倩。Excuse me， 我是三重萧敬腾，不是什么宁采臣。所以我是因为宁采臣晚上才见到宁小倩。我看你不是去 pub 啊，是去兰若寺，专门抓你这种文青傻瓜。那你要陪我去找一下宁小倩？我不要，夜宿叫我陪赵老师24小时。哎、欸。你们两个天天腻在一起，这样不会腻哦。我又不是你，
心中有人念小千忘记我们的论而殴你，我替我妈感到失望悲哀。这个就没有嘛，我只是确认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而已啊。快点啊，我穿这件好不好看？这样。而是身上那一件就出去了啦，哎呦。可以哦。可以啦。好。开心一点嘛。好，去，快点，快点去。再见。今天要洗，我就尽快我狼狈啊。你来吃泡面啊？嗯，很久没吃了。嗯，你怎么穿这样？你要出去约会啊？不是约会了，你今天不出门哦。嗯，我今天会待在家不出门哦。那你等下干嘛？嗯，我吃饱之后应该上去划个手机，看一下明天的事吧。就这样。嗯。哎。你怎么那么快回来？刚不是很开心？不去了。你不是要找人念小倩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念小倩现在不在人肉室。我靠！我看人格分裂的不是玉轩哎，是你哎。是吗？哇，即将惨吧！那边你真的要吃药了？我已经抓的是够烦了，碰到你这里更烦。我洗澡。锦荣哥他想要找你谈事情，他说如果可以帮我安排一些训练的话，我以后啊演技会更进步。训练啊？啊不就要上课吗？哎，那些课程不是很便宜耶。如果让雅芝专心去受训，没有收入的话，那我要用多少钱才能 cover， 才不会让雅芝分心？我是不是应该答应那个什么哥的、啊？师傅，我你要不睡觉、哦？不是已经睡了？你真这样开始，谁睡得着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等下关掉。你是不是见那个什么锦荣哥的，觉得自己差太多，怕张老师移情别恋？你到底会不会聊天呢、啊？说真的、啊，我有去预估过他了，无论他的身高、他的外表，还是他的收入，还是社会地位，这个都不要讲，你还是有赢他的地方啊。大哥，你是了解我的。你觉得会是什么地方？光凭你跟赵老师的感情这么稳定，你现在就可以关灯睡觉哦。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吗？那你还在担心什么东西？就他让雅芝去受训，重新包装，但可是这要花一点钱。你都没有存钱。有啊，当然有存啊，可是雅芝要每个月寄钱给她妈妈，光这一点我还在想办法。师傅，想不到你是一个那么体贴的人呢。雷老高，嗯，是我们产品卖多一点，我要让雅芝变成 superstar。好，那现在问题解决了，你可以睡觉了吧？唉，如果有人能中1000万，那有多好。为什么不要？报告，我问你哦。嗯。
你觉得我可以放心让雅芝跟那个什么哥去搜寻？如果你真那么担心的话，你就在观察一下啊。Good night。完了。嗯。你看到女主角以后呢，你要这样子两眼这样子含情脉脉的看着她，最重要是这样，是吧？好，可以吧？没问题。张雅芝，嗨，我们对个戏吧。对，你干嘛跟我对戏？我等一下要演跟一个我曾经喜欢的男生。嗯，就是我。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导演特别拜托我来客串两场戏。哦，哦 ，OK 了吗？可以啊。哎，师傅。啊。其实赵老师受训的事情，你可以打电话问淑静啊，这样总比你一个人被瞎操心好吧？可是现在淑静又跟佳佳姐去出差，我也不知道问谁。那你就不用多想了。那、啊、你是收好了没啊？嗯，剩下的我收就好了。你不是要现场看赵老师吗？你要收？对啊，去了，我来就好了。那我收哦。再见。谢谢你哦。不会了。喂，马大哥，有了，剧本我写好了，待会回去拿给你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找死！都准备好了吗？热水要自己拎才管。男女主角，都 OK 了啊。好了，好来。五、四、三 ，Action！ 我不要你跟我说对不起，我要你的答案。我。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卡，太好了，大子，这样演就对了，继续保持啊。当然谢谢，我要谢谢子荣哥叫我演戏，你也表现得很好 ，Good job。马哥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是整个大纲先分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啊，现在就是有两对夫妻，你也知道，对不对？有一对是会吵架的 ，OK， 有一对是感情好啊。我先来看一下这个会吵架的这个，会吵架的这个啊。斗嘴的 OK， 这个是好，这个叫写 OK。好，我再看看下面这个感情好的，感情好的，感情好，你这样写不到位啊。那你不到位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感情好啊，好，我跟你讲，老公跟老婆告白，那你老婆不能都没有反应啊，老婆一定要把这个感情再给他丢回去给老公啊，两个人这感情才有互动嘛。不是啊，已经结婚了，为什么要告白啊？结了婚还是可以告白啊。这告白，这让观众要知道他们有多么相爱，就是要很浓烈的交流。因为我说真的，我们这个是演个行动剧嘛，是剧，那剧就是要把它夸张一点。像很多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年纪很老的这个
老夫老妻，嗯，他们有时候也是会放闪啊，对不对？手牵手一起逛公园，靠在肩上看夕阳都 OK 啊。有时候他们去餐厅吃饭，有时候老公还是会拿照相机拍老婆啊，吃东西的样子，很甜蜜的感觉嘛。就是我跟你讲，既然要做，我们就把它做好，不要做那个半吊子，上不上下不下，这样很难看，真的，对不对？你应该可以吧？懂我的意思吧？你要吵，不想写了。不是郑东兴，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啊！你怎么可以说半途而废呢？说不做就不做，那你这样叫我临时去哪里找编剧编那个剧本啊？不要这个样子，帮个忙嘛！既然要做就做到底，好不好？不要半途而废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可能是没有什么稿费，你可能写起来不来劲，但是这是一个公益活动嘛，对不对？那没关系，这个没关系，我可以知道要不要拿钱给你。我是不懂了，现在外面的行情怎么样？那你开个价码给我，我拿给你，没问题的。既然是公益，我怎么可能跟你收钱呢？好了，你跟我讲一下，那些找事要找谁来演？啊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这个是我的工作，你的工作就是把剧本写好啊，找演员，我会把找最好的演员，把这演员插入到这个里面，那你就把我这个剧本写好就好了。That's my job，剧本你有 job， 好不好？那我修改好再拿给你。OK， 就照我说的重点，就是前面吵掉了无所谓 ，OK 没问题，但是就是感情好的那个，加重他的感情交流，加重他的感情交错，就是这样子。放闪，持续放闪，然后老公跟老婆告白，老婆回应老公，甚至他们会有简单的肢体接触。耶！马大哥，你吓到我了。跟你开个玩笑。今天成绩怎么样？今天啊，就跟平日差不多。是 ，OK OK， 这个合约我已经看过了，你现在就交给你，麻烦你了。不会，可是马大哥，你这个在家里给我就可以啦，怎么特别跑这一趟啦？没关系啦，我在家里我也没事，我总不能每天窝在家里都不出门嘛，对不对？出来透透气，晒晒太阳也不错，增加点维生素 D。嗯，今天天气也不错。钙质。是。哎，对。啊，好，我就收。朵拉乌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事情要跟你说，马大哥，你说。好，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不是有个这个社区发展协会吗？他们最近要办一个公益活动，哦，那他这个公益活动呢，其中里面有一个桥段，有一趴是行动剧，对。那这个行动剧这次的这个主轴啊，主题就是说这个新移民也是台湾人。新移民就是所谓新住民，新住民，对，那这个里面当然戏要有人演嘛，对，那很多角色都安排的差不多了，但是有一个角色，一个女主角的角色，目前找不到人演，那我就第一就想到你，我在想说你愿不愿意帮忙一下，愿不愿意抽点时间啊，帮忙大家参与演出。马大哥，对，那个可以找雅芝跟佑廷啊，他们比较有经验嘛。当然我已经找他们了嘛，因为这个里面这个戏里面有两对夫妻啊，那他们就其中一对，那另外这一对呢，女主角找不到人，所以我就很麻烦，就大家这个烦恼这个事情，对，所以问你看你能不能帮个忙。可是马大哥，我不会演戏耶。演戏很简单的，演戏。真的没有什么诀窍，就讲演戏就是讲话，咔 ，OK， 哦，搞定了，就你一定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好，那有对，公益活动嘛，公益活动，哎，没有钱的哦，没有钱哦，钱不是重点，对，那就是纯粹一个帮忙。嗯，是，对，好，女主角，我是女主角，对，那男主角是男主角。啊，我在想应该是协会那边的人，可能是因为哦，有可能是沈主委 Peter， 有可能是他，沈叔叔，也可能是那个协会的会长，那个有胡子那个，可能是他们。我 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男生的人比较多，女生就比较少，所以找不到女生来演主角。那 OK 吧？你是有很在意谁来演男主角吗？不会啦，就演戏嘛。演戏而已嘛，还是说你要我找林书豪来？我带林硕教他打篮球。哎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NBA 的球星。开玩笑。马大哥爱说笑。那基本上你是首肯了。是，没问题。我拉你帮了我一个大忙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，就是。别谢啦，我只怕我戏演不好。没有，你演不好是正常的，你不可能说演的跟女力报到李轩荣演的一样好，不可能，人家是专业演员。那就讲好了，谢谢你。不会啦，马大哥。好，那就祝你成交，祝你成交。谢谢。哎，你坐，不用，没关系。
好，马大哥小心慢走。好。哎，你们回来啦？对啊，今天比较早哦。哎，来来来，我有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，坐。哎，马大哥，有什么事？你们吵架，是不是？那怎么？没有啦，秋婷今天看到景荣哥演戏，他心想说：哦，景荣哥演戏好厉害哦，他嫉妒啦。是吗？好。怎么了啦，肖宇哥？马大哥，你找我什么事情？没事啊。哎，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这个社区发展协会啊，最近要办个活动，办一个公益活动啊，就是欢迎这个新移民，也是台湾人，就新住民啦，就是外籍新娘这样子。那我们要办一个公益活动，我们要里面要有一演一个行动剧，那行动剧总是需要演员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把这个案子给他揽下来，我们来做哈。那里面有两个角色，可能需要你们两个帮忙，演一下，演对夫妻 OK 吧？你玩一下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我演个夫妻。我不太会演戏。就你不要这样子了，这个没有不是什么演不演，就是好玩嘛，行动剧嘛，就是把一个理念传达出去，就好不好？秋婷，你看我们两个去玩呢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不要吗？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？帮个忙嘛，大家很好玩的，难得有这个机会，我们会大家一起来排练，啊，而且，哎，等一下，而且那个编剧是郑光新的，啊，是啊，郑光新，我叫郑光新编剧，啊，那我们大家停一下嘛，好不好？那是当然啦，啊，哎，郑光新写的剧本呢，我要报名，我要报名。OK， 好，那你说 OK 了 ，OK 一个，好，九点。邱又廷，你不要再吃醋了啦，我们两个一起去玩嘛，好吗？啊，景荣哥有什么好吃醋的？你可以告诉我，你哪个眼睛看到我在吃醋？就是说你没有在生气，你在吃醋。你可不可以就是不要听别人讲什么就相信什么，好不好？你可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？邱廷，你干嘛啦？什么我干嘛？我只给你个建议而已，你可不可以对你自己未来有点想法？现在想要受训好好上课，就认真好好的上课，不要受别人的影响，包括我，不管是开心还是生气，你要对你的目标理想前进才对啊！你很莫名其妙，为什么要不管你？好了，不要吵了，交往的时候有难免会有点小摩擦，这没问题的，沟通好就好，没问题的，一下就好了，没事，好了。好，马哥，那你晚点再给我剧本。漂亮，那确定了 ，OK， 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哎，谢了，好，到时候我再跟你说。会很好玩的。非常好玩。对啊，会很好玩的。他就是吃醋啊。对啊。他吃醋就是在乎你嘛，喜欢你嘛。讲话口气也不要那么差。他个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又不是不晓得。谢谢大家今天都抽空前来哈，哇，这地方清得那么大，都可以适合排练，非常适合排练。谢谢大家的帮忙啊，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次社区这个发展协会办的这个公益活动。有一个这个叫做新移民也是台湾人的这个一个公益活动哦，要欢迎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外籍配偶啊，新住民啦。那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啊，郑光新。啊，郑光新这个鼎力相助啊，完成了整个这个剧本的这个编写啊，光新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好，这个故事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讲这个新住民在台湾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啊。里面呢演员也不是很多，就是有两组这个夫妻。好，那其中一组夫妻，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啊，这个角色介绍一下，就是由我们这个又廷跟雅芝所担任演出啊。
由这个佑廷跟雅姿来担任，哎啊、哦，然后这个佑廷就你就姓邱，叫做这个志明，啊、哦、然后这个这雅姿啊，你是演这个来从越南来的春娇，春娇阮春娇，对，萨瓦迪卡，我是从越南来的，我叫做阮春娇，你们呢？那是泰文，谢谢。反正他们这一队啊，就是会产生很多好笑的事情啊，到时候大家我们排练了就知道了。那另外一组的这个老婆是从菲律宾嫁过来，菲律宾啊，那这个女主角哇，我是千拜托万拜托她才答应演的啊，朵拉啊，哇，我拜托她才过来演的啊，她演这个第二组夫妻的这个当然是演老婆啊，她叫玛利亚，然后是在台湾负责教英文的。好、啊、，OK、欸。好，大哥啊，那沈叔叔哎，怎么还没来？他老公想要演呢、啊。是这样子，因为这个沈楚伟啊，他事情很多，他没办法参与排练啊这些，他就说让我们自己去处理，他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然后另外那个社区发展协会那个会长，他也很忙，他也是说，哎呀，不要不要，你们演，他一直把我们推给我们。哇，那就没人演的，那我们找辅导长帮忙好了。好啊，可以。不是，不是，找老板。不是，都不是，都不是，我其实都安排好了。Hello， 各位都不要去烦恼这些事情，因为角色我都已经找好人，也安排好了。至于先生这一块呢，就是由我来担任。你要跟朵拉配？怎么了？不行吗？马大芳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故意什么？我只是也参与演出啊，我没有故意什么东西啊。哎，马大芳，你不可以这样自肥。不是为什么我要说我要参与演出，我要尽一份心力，怎么就叫我自肥了？没有这个意思。啊，对对，那不然这样好了，为了避免大家公益跟骂我，那我干脆我跟邱婷换好了，我跟这个雅姿一组，然后你的佑廷跟朵拉也我们来交换好了。好，这样可以可以啊，我没有意见的，可以啊。不是，我们已经定好了，就定好了嘛。他怎么不一样？不是，大方。好了，不是讲好了嘛？演戏嘛。干嘛那么认真？对，就是公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来吧，都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就是公益，我们把事情做好就对了。公益，来来来，欢迎第一对夫妻邱志明、阮春娇。来，预备 ，Action！ 哎，台湾真的是个很好的地方，可以赏花、赏月、赏春娇。啊，你好讨厌啊，志明。大老师，我跟你讲，越南被法国统治过，所以你要浪漫一点，但是不是天天那一种哦。好，预备哦，来，春娇嫁来台湾，两人十分相爱，但因为文化差异，却也造成两人开始争吵。baby 吃，谢谢你，好吃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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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都不给我做，什么事情都不给我做。那你看我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又被你骂，又被你念。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？我又不是无脑。你就是无脑啊！我做的都全都为了谁？你到底知不知道？我全都为了你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，但是那个是你认为的我啊。你真的很奇怪耶！你喜欢的时候就牵我的手，你不喜欢的时候就不理我，就骂我。你到底懂不懂我心里的感受？我又不是木头，我是有感觉的好不好啊？两人彼此相爱，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吵吵闹闹的时候。然后由于刚刚他们好像台词没有顺好，我们先请他们到旁边睡下台词。你不要带情绪。好了，没事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没关系。哎、马大夫还没换下一组啦，那么猴急。我们就对他第二组。先介绍角色啦。哎呀，真的。来，让我们欢迎第二对夫妻，来自菲律宾的玛利亚。
以及视野他这样。就我刚刚我都听，那还不是一样吗？我现在还不知道出来，我都出来回去，出来回去干什么呢 ？OK， 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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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好了吗？哦耶耶！来一杯 ，Action！ 王大哥，你干嘛？Action！ 骂大哥！怎么样？你干嘛？我是把位置往前拉一点点，然后讲话近一点的话，我让观众这个视觉的焦点可以再比较集中。我们前面这边呢，会有一张桌子，你再往前也会撞到。有个桌子？嗯。放桌子干什么？OK， 好。来，预备。Action！ 卡！马大哥，你在干嘛？有桌子后，我想说，哎，桌子要不要移一点？不好嘛，我们这张桌子呢，上面有饭菜，你们这场要吃饭，那你移开怎么吃饭？现在又有菜在上面了，你刚刚没有讲。剧本有，请马大哥你照剧本演，好不好？怎么写你就怎么演。这样好 ，OK， 好。啊，预备 ，Action！多拉，不是，玛丽亚，彼得，对不起，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关键啊，这个因为这个其实像是排练嘛，我们能把那个里面那个角色那个名字给他改成我们自己本名，他就直接叫我大宝，我就直接叫朵拉，这样不行，不能改，嗯，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说可以叫我们自己的名字的话，我可能会。更投入角色，更深入角色，更体会角色，可以把这个角色的整个精神可以发扬光，可以演得更活。剧本怎么写，你就怎么演，好不好？尊重编剧，就是要硬邦邦的照着编剧这样。哎呦，没错，真是。预备 ，Action！ 玛丽亚，彼得，玛丽亚，你真的好漂亮，好漂亮，真的。谢谢。玛丽亚，其实有一句话我很早就想跟你说，只是一直找不到适当的机会。这句话在我心里放了好久好久。今天趁着这个机会，玛丽亚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我想跟你说，剧本什么时候这个戒指？不是这个，不是那个是我自己准备的一个小小的道具。我想说可以更帮助我入戏，就是一个道具而已。对，入戏。你们已经是夫妻了，干嘛还要戒指求婚？因为我剧本我稍微就是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人物侧写、人物性格的分析，我想说既然他是新住民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你新住民，我们可能到时候因为结婚的结得很仓促，那也没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跟你一个示爱、跟你一个求婚的一个动作，那你可能很遗憾。那我现在说借了一个机会，我做一个这个告白的动作，是吗？让他没有遗憾嘛。你要求婚的话，也用颗真的钻戒嘛？这个什么道具啊？我不是我，你还我就行动具干嘛拿什么真的钻石啊？你也是太夸张了吧？它就是一个小小道具，辅助道具嘛。马哥啊，麻烦你照剧本演好不好？如果真的要照剧本演的话，我会很干了，我跟你讲。会啊，照剧本演一定不会干啊。好 ，OK， 那你好，你要干那就干吧。来，真的，我是说真的会很干。预备 ，Action！ 玛丽亚，Peter， 你看多干，多干，一点汁都没有，就整个是瘦肉干的，啊，干死了，好干。好，那我们来换。这重心怎么看？走啦，不用不用换出来，不用换，没关系，不是角度的问题，换角度，不是角度，我们台词都会润饰一下。来，所有可以吗？不是你现在找出，你现在目前来干嘛？你要底下站那干嘛？喂喂喂，你干嘛？看不起我？我不是看不起你，我加油加油！他背得很快，准备啊！来，躲了没 ？Action！ 你知道 ，My name is Maria， I can find the pin。你说我怎么切？他现在你刚刚是怎么就绕了一套英文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接不了了，马大哥，这怎么接？那就对了，你刚刚设计一个什么求婚的飞要怎么接？好、哦，你看，我是在自肥吧，他不懂英文，还想要演个局外不是不是，因为这个父亲在，你知道吗？在家里下的，他就是把那个 WiFi 写成外婚了。那个是一个。
不要玩笑，写作一个字母呢，不是什么唯一啊。那你，我们就讲国语的事。注意们，注意！你们这样吵，到底还要不要排练呢？专心排练好不好？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是我回来。老大哥，不好意思哦。不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是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什么想要跟你。我知道。演戏而已，演戏能怎么样？对，而且为了公益嘛。算了，我尊重你，你写剧本很辛苦，我尊重你，就照剧本演。有个桌子上面都是菜，也不要演。我发挥来，预备 ，Action。哈哈哈，哎呀，马大王来这一坨，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还有网友都吐翻了，我自己也不例外。马大王精心设计的求爱告白，被十七连的天兵天将缴获得一塌糊涂。马大王会因此而退缩，还是会东山再起，再来一波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